大家好，我是越南强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手边，就是远近驰名的景点咖啡公寓哦。那为什么它叫做就是知名的景点呢？因为它里面开了很多很可爱的小店铺。那不管是白天或晚上，然后你从外面看上去呢，它都会特别的可爱，特别的缤纷哦。那因为强尼太久太久没有回台湾了，所以特别想念一些台湾的小吃。那听说在咖啡公寓里面就藏了一间台湾的小点心店哦。那我不只想要满足我的口欲而已，我还想要推广台湾的美食，所以呢今天想要邀请我的两位美女朋友一起跟我尝尝台湾的小点心哦。哎，他们勒，哎，他们来了。Shall we go to eat some Taiwan snacks? Okay. Let's go.那我们就来尝尝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口味吧。那我就来随机选一个咯。好，这个是什么呢？哇哇哇哇哇，爆浆哎，太扯了吧，这个大手笔耶，这样他们赚得了钱吗？来，我来吃吃看，这看起来像是奶油口味，那我就来吃吃看到底有多好吃。这个不是只有奶油哎，它还有珍珠在里面。你们看一下，珍珠，珍珠 ，sorry， cream and 珍珠。哇，这个好有创意哦，太好吃了，我超喜欢这个口味的。再来吃一个给大家看。哦，那是 ，OK OK， don't be sad， let you eat， OK， 哇哇哇！美女，来个，啊，好不好？羊角蛇哇！假蛇，羊角蛇一样假蛇，他说一样那个珍珠奶茶。好，娜娜 ，OK。OK， 好 ，You see， 啊，好不好？Cookies. 嗯，珍珠，你们一咬，
反正他们就说很好吃啊，越南文我也听不太懂，反正就是好吃。那个现在啊，因为我们吃到只剩下一个车轮饼，所以呢，我打算来跟他们玩一个游戏，然后看谁赢了就可以享用这最后一个美味的车轮饼。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最行的就是鱿鱼游戏吧？那我把它改良一下，我把它叫做车轮饼游戏，车轮饼游戏。那我会说车轮饼，车轮饼，好吃的车轮饼。然后呢，他们就不能动。那到时候找一个地方，那等他们如果都成功通过的话呢，那他就可以享用这个最后的美味的车轮饼哦。Is it okay? Okay, let's go. 那第一届 OPS 杯车轮饼大赛就要开始咯。那这边呢，就是等一下我的两位选手会，如果通过这条线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就看谁赢了。好，那两位选手在那边。好，那游戏准备开始，那我就来喊口令咯。好，那预备，车轮饼，车轮饼，好吃的车轮饼，很好。那再来，车轮饼，车轮饼，好吃的车轮饼，哦，好。那再来，车轮饼，车轮饼，好吃的车轮饼，啊，零。OK， 再一次哦，车轮饼，车轮饼，好吃的。好，我失误，再来一次，直接从这里开始，来 ，one more time。预备，开始，车轮饼，车轮饼，好吃的车轮饼，啊 ，OK， 好，那个。哇，那他们不是只有车轮饼好吃哦，他们的饮料听说也很特别哦。那我看到这饮料，蛮特别的。我想问一下老板，老板这叫什么名字？考布雷奶茶。好，那我就来瞧瞧他有多厉害哦，名字取得这么炫。哇哦，哇哦，好浓郁哦。而且我发现他们的烤布雷啊，不会像那个就是真的焦糖味非常那种烤焦感，那它的就是非常的，然后而且它整个融入到那个饮料里面，那再加上我觉得它有加一点淡的感觉，所以呢整个喝起来呢非常的纯，所以非常的好喝哦，推荐给大家。那林呢， What do you drink? Yeah.鸭菇啊，鸭菇改一次，温的，高肥腰，腰，好，No, it's not less sugar. Oh, less sugar. Yeah, oh, thank you. 少糖，而且是那个。那个有草莓的那个养乐多，所以呢，他们觉得非常的健康。Good for health. Good for health. Yes. 好吧，娜娜。加工姜，啊 ，lemon 啊，红公啊，好 ，anyway， 就是大家都推荐大家来喝喝看喽。今天呢，就是在阮慧街上的咖啡公寓里面哦，那里面就藏着一个非常美味的台湾点心店 OPS 车轮饼。如果你想要尝鲜的话呢，欢迎到这里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那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那如果想要知道两位美女的资讯的话呢，那我也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哦。那大家拜拜，拜拜 ，See you。